我们现在用双脉冲非致死碳钢，还是一比二的焊丝啊，看一下我们这个脉冲频率，我们调到2.3，振幅我们调到7，还是这个五个后的板。我们双脉冲非致死铝硅 1.2 的焊丝，我们频率调到2.1，振幅我们调到4，我们来焊五个后的铝板。我们是斜的呢。